三号总统候选人甘查尔近日表示，希望能在今年的开斋节和印尼当选副总统吉布兰会面。甘查尔在中爪哇省塔旺曼谷县住宅举行的开放日活动期间，向记者表示，对印尼当选副总统吉布兰提出的开斋节会面的提议表示赞赏，希望两人在今年的开斋节能会面。然而，当被问及有关吉布兰是否与他就会面的事宜进行沟通时，甘查尔却不愿回答。此前，吉布兰曾多次表示希望在2024年大选后与甘查尔、马福特、阿尼斯以及穆罕宁进行会面。Pak, sudah ada komunikasi Pak, Pak Mas Gibran mengajak pertemuan. Makan dulu aja, makan dulu. Ya.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